我想要个孩子，不能再拖了。怎么不在广教干呢？做衣服没前途。胡景山尾款承包给胜利的时候说好了，每年都有份款。瞧瞧地方，你不跟我说，到时候你跟中介人说，收到过你两笔钱，一共43万。那都兑了啥？我不要你的钱。截至目前，事故已经造成35人遇难。你是叫小玉吧？我是江一莲老婆。晚上客人多吗？不好说，凌晨1点一波。你能不能当着全村人的面说一说村里的经济问题？我再不是挂在肩膀里了。还没得钱啊！我不是小姐，回家找你老婆去。就这样。高就先不行，高就先不行。你们妖怪，都怪老天爷，有啥子想不通，都去问他。